是吃那一间的、啊，你背叛了那一间吗？你的、啊。我看就知道啊，就想骗我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风扇、啊，拉一下下面。来。我们来复习一下上礼拜讲的。我们上礼拜讲到哪里了？哎，妹妹，你刚不去？你写了吗？你写了带一本就好了。快、啊，哎，你写那个，你写那个老师的一本。有计划物啊，给他们这边说有计划物在一等就好，他们都反了，是吧？也是你计划的吧？新管子啊，还是见到两个？
稀少稀少稀的稀比较少，缺少缺少缺它更少，稀少缺更少，对不对？稀啊，它比较少啊，它这个教室女生很稀有，是不是有？但是很少。它缺的话，这个教室女生缺乳没有，哦，那就是缺的话就是更少啊。来看一下，翻到范例，我们来解一下题目吧。范例，等一下我在讲的时候不要动笔哦，哦，每个都要学，就等一下，你没有认真听，下面你会写得很痛苦，所以先认真，每个都把它学好。
等一下下面都自己写出来。来，十五个，看些什么？啊？一万，一万，那带多少？来，就 C 二 H 六。再来，十七人。啊？好 ，COH 圈起来，这叫关的 P 啊。COH 看到 COH 它是酸类，它几个碳？里面有几个碳？一个碳叫做什么酸？甲酸。再来，右边的第二个，丁烷怎么写？丁烷，来，丁带多少？丁四，所以写锌四 H 带进去。第四个嘞，乙酸乙酯，来左边，小心哦，乙酸这里按要带多少？不对哦，啊、哦，所以要注意哦，酸就是乙酸，就是左边两个碳嘛，这里一个，所以这里要带一哦，所以叫做 CH。好 ，CH 三 ，COO， 右边呢 ？C 二 H， 是吧？哎呀，加一啊！所以2 2 4加一等于，好，再来下一个，下一个什么？丁醇，找到醇，丁 N 要带多少？有四个碳，所以是四，叫做 C4H9OH。它第八题了 ，COH 先圈起来，它是酸。好，那所以啊，几个碳？两个碳叫做。乙酸，那、啊、第十个呢？第十个这个记起来哦，这叫什么？尿素。第十个尿素把它记起来。第十二个 C 什么？ C 九 H 好 ，C 九 H 二十九二十八，所以它比十八个氢还要多，就代表什么类？烷类。那 C 九是什么？人，哇，第十四嘞，十四，丁酸乙酯来，丁酸乙酯，丁要带多少？哎，小心哦，丁就有四个碳，这里有一个，所以这里要带三个，叫 C 三 H 几？七 C O O， 丁酸乙什么字？乙酯，所以带两个，右边带两个碳 ，C2H。第十六嘞 ，CH3OH 圈起来 ，OH 是醇，啊，因为它只有一个碳，所以叫做甲醇。第十八嘞，乙缺，所以缺。乙 N 带二，所以 C 二 H 多大？二四四减二。你是学生好棒。哎呀，二。好，所以你把上面写完以后，上面把它写完以后，把下面的二跟右边的四把它完成。下面的二那个框框跟右边的四把它完成。板上写完，底下的写一写，还有右边的四把它完成。
Thank you.
备写完了吗？还有时间哦，大家没关系，大概两分钟会答案。差不多吧，发现很多了，你刚才这边呢、啊，我刚才看的时候，这里你这里通常你的习惯这里带几，你就会写几。按它这里是 C 3嘛，还是 C 2嘛？你可能就会自然而然想说是乙酸，可是要小心，因为这里还有个碳。OK， 所以这里如果带二，那你要记得加上这个碳，这里是三个，所以应该是丙酸，对不对？小心啊、哦，这个是丙酸。再来下一个 C2H4 N 跟 2N 嘛，所以应该是乙什么？乙烯。来第九个 C4H9COOC3H7， 来前面那个 C4H9 什么酸？小心哦，不是丁哦，不是丁哦，因为对不对？这里四个，它后面还有个 C， 所以是五个。OK， 所以是戊酸，是丙子水。OK， 来十一个 CH3COOH， 我看到很多人写甲酸，那一样，这边会多一个碳，所以它应该是乙酸。来十三 CH 四，应该没有问题。CH 四应该 CH 二加二，对，它是甲，所以甲烷。再来十五 CH 十六，哎，所以这样算一下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，好，所以它是第七个，所以刚好是庚烷。来 HCOOH。这个长得很奇怪，那 COH 把它圈起来，看到这个就知道它是有机酸嘛，它因为只有一个碳，所以它是甲酸。它是唯一跟通式长得比较不一样的，你有发现吗？这个通式这样子，可是它前面并没有这一项。对，
因为它比较特别，是因为后面已经有个 C 了，所以这个基本上这里就不用。来，那现在后面右边第二个 C4H9OH， 看到 OH 圈起来，它是醇类，所以它是甲乙丙丁四个嘛，丁醇。再来第四个 CH3COO， 然后 C4H9， 前面是什么酸？乙酸，非常好。右边是，所以是乙酸丁酯，对，把醇改成酯哦。我都写乙醋。乙醋，是哟。我写乙醋。哇，自创有机化合物，乙醋。来第六个 C3H7。一样 COH 圈起来，它是有机酸，注意它里面已经有一个碳了，所以加上前面的三个碳，它有几个碳？三加一，所以是四个碳，应该是什么酸？丁酸。OK， 再来第八个 C2H6， 它应该是2跟6的关系，是跟2跟 N 跟 2N 加2嘛，所以它是没有问题，是乙烷。来，继续看下一个。哎，下一个是什么 ？CO 括号 NH2 括号二。哎，所以上面一模一样的题目嘛，哈。这个要特别背一下，因为这个长得非常的特别，它也不在公式里面，这个特别要背一下。12C3H8 是什么？丙什么？丙烷。12丙烷啊，哈。这应该很简单，没问题。那14个 HCOO， 请问是什么酸？ HCOO， 然后 C6H3， 前面是甲酸，右边是乙酯。乙酯啊，甲乙丙丁戊己，因为它有六个嘛。第六个我写乙酯，乙酯，那念起来比较绕舌一点的。甲酸乙酯。来，再下一个16C3H7OH，OH 圈起来，它是醇类，丙醇，很好。来，18个 C2H2， 乙烯，乙烯啊，它 H 烯吗？缺吧。C 二缺，这个念缺哈，缺，缺少，缺少的缺。C2H2 嘛，因为二代进去，2N 四减二是二。所以这个，因为这边基本上就有出现一个缺吧，乙缺，乙缺啊，这边小心啊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请问有没有甲缺？有没有甲缺？我可以带一吗？对吧？不行。二开始吧。对，不能一哦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二减二，如果我带一会发生什么事？一，二减二零。CH0， 那就是 C， 没有这种鬼。那 C 的话就是碳的，就不是有机化合物，所以不会有甲缺这种东西哦。OK， 来右边第四题，第一个应该没有问题。丙烷，请问要带几？第四题的第一个，第四题的第一小题啊，丙烷。五烷。啊，对不起了，眼睛夜战中，戊烷甲乙丙丁戊嘛，第五个。所以是 C5H12 2N 加2嘛，没问题。第二个乙醇 C2H5OH， 好，再来第三个乙酸，这个很熟练 C2， 我听到 C2， 小心小心，因为它的 COH 里面已经有一个 C 了，所以这个是 CH3COOH。 再来第四个丙酸，哎呀，没有听到 C3CLH5COOH， 所以这边特别要注意的就是酸类哦。 OK 吗？ OK 好，这边错的几率比较高是酸类哦。好，都写对的没有？吴总写对，举手举手，几个？错字证没有，全部都写对的。错字证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三个都写对哦，只有三个，啊，
哎，好可惜啊！我想说那时候五个的话，就请大家都喝饮料。啊，没有五个，可能可惜啦。的话就请大家喝饮料。我那种人吗？如果十个，如果十个的话，你就我就是那种啊。好，那全班都是。哎，全班都是。来。擦好，不要擦好。擦好。你们叫我就擦好。擦好。用这个擦好。为什么女生都喜欢用这一种？奇怪。身体都说不好。擦好，擦好，擦好，好，擦好。耶，擦擦擦擦擦。我好像也有一支这一种啊，杯子造型好看，再看看，你有？杯子起来可以吗？有点重，那我干嘛？哈哈哈哈哈！跟你说，他眼睛很可爱，很可爱啊！人本来就可爱的，然后再加上那个包包，不行啊，不然我这个会脏掉。你看，哥是把你这个当成东西，对不对？好，来看一下。右边，有计划哦。来，下列哪些是来？哎、欸，什么？下列何者是丙烷呢？应该会吧。丙烷是哪一个？瓜一啊，丙烷是哪一个？也是赛季比较久。这不在前提下题吗？问你说下列哪个是丙烷，不是第三题？这是不错。来，哪一个？烃类，烃只含有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碳氨基，所以答案是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没有。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，到这边的一个。啊，有机酸是哪些？就是屁股是 COH 的是谁？锌。哪些是纯屁股是 OH 的？根。根那边对不对？请问下列哪一组化合物属于烃类？哪一组是属于烃类？就是只有碳氨基的，记得烃只有碳氨基的。答案给他，给他，给他，注下去很好。那、啊、第六题呢？第六题 B 哎、欸，很好 ，B 啊，完美了，智商题。好，第七题呢？烃类有哪些？也是智商题。乙烯、甲粉、己烷，所以三种。好，哎、欸，我们酒有讲过了嘛，对不对？酒喝酒那个蒸馏酒那些啊，啊，有吧？像蒸馏酒啊，叫你不要喝啤酒喝醉啊，对不对？还有喝那个海尼根也要注意啊，对吧？对吧？好，来第八题，下列日常生活中跟酒哪个是正确的 ？A 对不对？对 ，A 就保密保密。啊 ，B 嘞 ？B 是甲醇，哎，甲醇啊，好。啊 ，C 呢？酒类是酸性、中性还是碱性？中性。啊，中性嘛，好。啊，猪类，市售的酒精浓度是5%，100克里面含有5克，对不对？它好像是哎，对吧？不对啦，只是跟你讲说，体百用在哪两个地方？气体和酒类，好，所以是100毫升。有5毫升的酒，是克哦啊！在第九题，第什么？
低醇跟乙醚都是这样子，啊，为什么它的性质不一样？啊，角醚跟乙醇啊，角醚乙醇啊，啊，乙醚跟丁醇啊，乙醚跟丁醇化学式都一样，啊，为什么它的性质不一样？不是哦 ，B 啦，原子的排列不一样，原子的排列不一样，导致它的性质不一样。第十，下列哪一个不是有机酸的特性 ？A 是嘛？哈，这是有机酸 COH。B A， 碳氢氧对。C， 在水中可以解离出 OH 柱吗？不是吧 ？OH 柱叫什么？可以解离出 OH 柱或让水溶于氢氧根离子大于氢离子，叫做解，那不是说啊？第十一题，瑶瑶利用假日到休闲农场，他躺在软软的草坪上，闻着草香，一会儿变沉沉的睡去。但是没过多久，瑶瑶突然发现有几只蚂蚁在手上，把接着一阵刺痛，以后他立刻就醒过来，开始用力的去拍打手上的蚂蚁。虽然蚂蚁往生了，但是被咬的地方起了泡泡。请问是什么东西？蚂蚁是什么的？丙酸。好嘞。蚂蚁的乙是怎么算？甲酸。甲酸啊，大力的给它捏一下。好，第十二题刚教而已。甲醚跟乙醇。A。哎，看到原子排列方式好，捏下去，翻。这个十三题，下列哪一个是醇类的特性呢？醇类。醇类，哎，你刚教啊？请问醇可不可以？那个黑板上的醇可以丢出 OH 吗？可以吗？不行啊，就算不能丢出 OH， 它那个 OH 哈，只要是接在碳上的，它就很难丢出去。它要接在金属上面，它才会丢出去；它接在碳上很难丢出去。所以大家应该选 C， 它不会解离出 OH。之前都可以，之前可以。哦，他是说对的，对啊，所以 C 是错的啊。哦，那是不是两个特性啊？那 A 也错嘛，对不对？啊 B 嘞 ？B 也错 ，B 也错，他是碳氢氧，所以大家全部选猪。第十次，蚂蚁可以拿来做醋酸的，因为蚂蚁在用什么酸？刚教的呀 ，A 呀、啊，好。有关酯类的叙述哪个是错的？醇跟有机酸，酸加醇会变酯加水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哈、哦，啊 B 嘞，酯类化合物具有香味，果 B 果 B， 啊 C， 酒放久了，它必须要跟空气中的氧结合才可以的，哦对 ，C 不对，啊猪密度比水小，没错，所以答案选 C。酒放了很久，它要有空气，它才把发生反应。好，第十六，有关酯类的叙述，哪个是错的？来 ，OK， 酯类酯化反应哪个是错的？可以用有机酸来代替硫酸吗？对，还记得酯类的反应吗？酸加醇变酯加水，它、因为这个反应很慢，所以我们要加浓的硫酸加热浓硫酸来加速它反应，因为它可以脱水。请问盐酸可以脱水吗？不行，所以没摸好。B， 酯会在水上浮，没错。C， 酯在水中的解离度不高，没错。猪。需要有机酸跟醇，酸加醇然后变酯加水，没错，所以大家选 A。第十八，下面哪一个状况下酯化反应速率很慢？它是我加的这个催化剂，哪个当催化剂？啊？哪个？上下而已还是的？怎么样？猪啊，记得了。酯化反应会加浓硫酸，哦，浓硫酸 ，OK。那边你今天没有穿搞笑鞋吗？哎呀，跟那个妹妹经常穿搞笑鞋。好来，放回来，举把没有看完，你们。
跟你们讲那个酒为什么越陈越香的原因有没有讲过？为什么酒会越陈越香？来跟什么？跟氧结合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本来是酒加了氧会变酸，那你那个酒啊加了氧以后变酸，那酸再加酒是醇，加氧它会变酸，那酸加醇，因为它不可能整个变酸嘛，酸加醇就变酯加醇，它都胖胖。所以哥哥不跟你讲过那个女儿好，什么叫女儿好？哎，他什么时候要开始怎么样？一出生的时候。哎，一出生的时候就要开始怎么样嘛，对不对？牙被放进去你就笑不出来了。啊，放下。那、啊、什么叫重点好？一生小孩子，只要是男生就开始酿酒，然后等到他考上状元以后，再拿来喝，那个叫做状元红。所以有的状元红很好喝，因为放超久。哎，所以你只要放的越慢考上，对不对？像范进70岁，他才中举的，他那范进中举啊，爽。有没有听说范进中举啊？范进70岁才考上举的，他举的不是会举的人啊，不是啊，就是考上官职，然后所以后来他才那个打开他的那个状元红放很久。你们有没有听过酒酸吐气狗啊？酒酸吐气狗，酒酸吐气狗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酒酸了就把狗宰了，拿来当下酒菜，是这样吗？不是的、啊。那以前那些店小二有没有？就是店小二啊，就是开那种什么店的啊，然后就会有那种瑕疵啊，去那边然后放瓶子在桌上那种啊，那种他说老板来两壶花雕酒，对不对？来上几个菜那种店，啊那种店哦，通常会养狗，因为客人吃不完就倒给狗吃，把狗当猪养。对，那为什么酒会变酸呢？就代表很久都没有客人来，那个酒放了很久都已经变成乙醇，都已经变成乙酸了，所以就吐起狗就把狗宰了，因为狗太凶了，没有客人愿意上了，它的意思是这样，狗不客人。哦，对啊，所以酒酸吐起狗的意思是说狗很凶都没有客人来，然后酒都已经从乙醇放到变乙酸了。好，再来。那个，甘油，再加上脂肪酸，这会变什么，知道吧？啊，它会变脂类哦。甘油，同学，甘油会浮在水面上。不会，小心，陷阱。甘油它是丙三醇，它是醇哦，它跟甲醇、乙醇一样、哦。爸爸喝酒的时候，那个酒啊，会不会分两层，上面酒，下面水，会不会？会不会哦？所以你爸爸先把上面的酒喝完，以后再喝下面的水，没有吧？它不会分层，它会无限互溶啊。所以丙三醇它是醇类，它跟水会互溶。好、哦，丙三醇就是甘油，所以甘油不是油，甘油是醇类。那酸加醇变脂类，还有啊，妈妈炒菜是不是会放米酒？哦，在，再放什么？醋，黑醋，哇，炒出来超香，为什么？因为酸加醇就变脂加醇。你知道吧？你知道妈妈炒饭怎样？不要看你妈妈炒饭，先参观住。要学习怎么做饭。哦，所以你又是在看你妈妈怎么炒饭来学炒饭的技巧。不会炒饭就搞不来，这三个写在那个
变成夜宵的一员。第三个下一个。对呀、啊，没有成绩小便宜啊。丙三醇跟丙醇是不一样的。丙醇是只有一个 OH， 丙三醇它有三个 OH。啊，是啊，是啊，之前一吃就知道。其实很多 OH 吃起来会有点甜甜，所以丙三醇哈、哦，就是那个甘油吃起来会有一点甜味。真的很好，为什么你知道？它是的。啊，我们这个 OH 会让我们的味觉觉得有点甜甜的。对，肥皂是甜，要问你要吃一盘。肥皂有 OH 吗？它长颈的肥皂不是。肥皂它是碱性的，让它没有它的结构上面有 OH 吗？没有。肥皂没有 OH。手杀。所以对碱的定义并不是说它可以丢出 OH 是。什么叫碱？不是可以丢出 OH， 是让水容易的氢氧根氮多于氢离子。像那个氨啊，它 NH3 有没有 OH 可以丢？没有，那它为什么碱？因为它丢到水里面嘛，它会抢走那个水的 H 啊，哦，变成 NH4 啊，对不对 ？NH4 正啊，然后 OH 就跑出来。好吗？那上面有写啊，油，甘油啊、哦，甘油酯，甘油酯，对啊，有甘油的话，它就有那个 OH 啊，对啊，啊，没啊，先装好，好了没？来，我们继续看一下啊、哦，蛋白质，那你记得能被记。两杯精是有泛氢氧氮硫哈，它有氨基酸聚合而成的，这两样不要叫重点哦。遇到酸，硝酸会变黄色；遇到热，它会变凝固的。好，再看脂肪，对不对？这个脂肪我们有分成动物性和植物性。好，那老师喜欢搞的重点是动物性，它的饱和多还是不饱和？饱和多，所以动物性饱和多。它的熔点比较高，它熔点比较高，所以它比较容易变成固态。熔点高嘛，就是比较容易变成固态。熔点高，对，对，你就这样想嘛，一个熔点30度，一个熔点10度，所以10度的是不是你要到10度它才变液态？30度是不是你的固体到30度它才变液态？那返回来的话。那个30度的，我们现在室温下，它是液态还是固态？它是固态，对不对？所以动物性脂肪很容易变成固态，好、哦，因为它的饱和脂肪酸多。植物性脂肪，它的饱和脂肪酸比较饱和脂肪酸少，不饱和脂肪酸多，所以它比较不会变成固态。所以像那个，你有没有看到猪油？猪啊，就白白一块，对啊。哎、欸，你们有没有吃过猪油拌饭？好吃啊，人间美味，对不对？淋上一点猪油，再加一点酱油，酱油超赞。对啊，大家弄猪油都得撒一点酱油啊。虽然那过程很难受啊，你们有看过那猪油怎么来的？炸的。对。那你们闻过那过程的味道？很臭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味道超难闻，就是拿那个五花肉放到锅子里面，然后就。然后它就那个五花肉就变成油，然后就把它倒出来，然后倒出来以后，像这种温度它就变固态，然后你要吃的时候再捞一瓢那个炒，以前的人都是炒菜啦、炒饭啦，好浇油啦，那上面都是用那个油啊。听说那个弄完以后，那个就是你把那个五花肉变成猪油了，那可以放在室温下面放半年。那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们还蛮少碰到这个。然后猪油这样咬，然后这样用，超赞。那要不然的话，现在没有看过猪油，你应该有
其实你们吃肉吃饭，就是有时候会喜欢叼那霸粉啊，霸粉啊，对吧？就是吃饭会叼霸粉啊，啊那霸粉事实上就猪油。你看妈妈卤猪肉，把它放到冰箱的时候，然后去拿的时候会怎样？对，上面是会有层白白的，对不对？猪油。哎呀，啊那个，那就是猪油啊。你像有的小时候不知道，以为他会以为那是果冻。哇，我就比较想吃啊。因为我不是以为那果冻，我以为它是那个像什么，你们知道纯的，就是鲜奶刚挤出来，你给它加热冷却以后，它上面有一层，超那个很好吃呢、欸。那不是豆浆也有一层，可是豆浆它没味道，啊那个牛奶那个超好吃的，它包起来。超好吃的啊！哦，我就以为那个是那个啊，所以就咬了，一直哗，再吐出来，超恶心的。哎，所以那就是香包，那是猪油啊。哎、欸，你要是把沙拉油放到冰箱，它会被你，其实不太会啊，真是不要放在冷冻。你把沙拉油，你把油慢慢煎鱼，鱼也有油，对不对？拿去冰箱，因为冰箱它也会凝固。鱼油不太会哦。因为鱼油它也是不饱和脂肪酸多，好、哦，所以鱼油它也不太会凝固，所以现在知道哈、哦，有机会的话去吃，像到处应该都有那个吧，宝贝菜啦，然后猪油拌饭啊，猪油拌饭可以去吃看看，还有，妈那个黄面有没有？黄面烫好以后，放在碗里面，弄一匙的那个什么猪油，再拌葱蒜。一点点酱油，搅搅，人间美味，就这样子就好了。面，干面呢、啊？就是面，把它煮好以后，然后弄那个猪油，再弄点蒜、葱，一点酱油，搅搅，人间美味。哎，看起来好像很清淡，对不对？可是实际上那个和尚还是不能吃的。哎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和尚不能吃葱吗？葱和蒜，因为是混的。啊，蒜为什么蒜混的？因为植物嘛。因为没人知道哈、哦，因为哈、哦、那个蒜哈、哦、吃下去，身体会产生微量的这个 P12，哎，就是屁的那种成分，有没有？哎，就是人家吃完大声嘴巴放屁一样臭，哎，啊这个它会有这个微量的这个硫化氢的成分，啊微量的硫化氢。巨量的、多量的会就对人体造成杀害。那微量的话，会造成微小那个微血管扩张。微血管扩张，那个男生就会噔噔噔噔噔噔。所以你看到和尚吃完蒜以后，明明他手已经举起来了，但是你还是可以听到敲木鱼的声音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下次所以哦，为什么和尚不能够吃大蒜？我不会吧？大蒜。大蒜吃蒜头应该不会吧？听看看啊，不然你现在出马来吃看看啦、啊，等下看会不会上面有在敲那个桌子，啪啪啪啪啪。下次给刘老师的世界末日吗？来，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原因在这边呢、啊？不然它是植物的、啊，为什么能吃？就是因为有这个东西。好，然后再来，你看一下啊、哦，脂肪的成分哈、哦，看清牙，然后动物性脂肪放起来，脂肪的成分比较多哦。试问一下，什么态化起来？那是一种猪油啦、啊，那植物性脂肪不饱和脂肪酸比例比较高，是异态。那酱油的制法哦，你就自己看一下哦。还有那个乳酪啊，还有那个乳酸菌，乳酸菌饮料，你们应该会做吧？有不少人会做那个乳酸菌饮料。对啊，那会你们会做吗？那么厉害。我这边有交钱，真的、啊？那、啊、你有做过吗？有炒饭，之前那个有同学做的，在对，他我想也叫你跟他做，那、啊、你有跟他做吗？是教他做，不是跟他做，没有是看他一起做。哦，哈哈哈哈哈！你在讲后面的，你还看他一起，而且后来你有答应吗？后来你有答应吗？有答应，那、啊、你有做吗？我觉得太久了，太久了。太甜了啊！这是糖加太多了。哦，糖加太多了。然后稀释没有稀释。啊，稀释没有稀释。这叫什么？所以后来算成功还是失败？可以喝，但是不会觉得好喝。哦。可以喝，不会觉得好喝。对，人生第一次本来就是这样子嘛。你知道久了以后哦，就可以抓到那种感觉。
哎、欸、啊，你有跟他讲吗？有吗？你跟谁讲？你跟泽坤讲。你跟谁讲？啊？阿姨讲。阿姨？那边他阿姨。有啊，我敲钟的。阿姨。现在已经在。刚刚后面搞。为什么不是阿姨？那你要叫姐姐吧。Oh、你叫他阿姨哦。难怪他不帮你印啊。你要叫她姐姐，要不然叫叫学姐，叫像那个谁，之前我们那个，团队老师，他的保姆就是这样，他有隔壁坐，就是补习班隔壁嘛，隔壁就有一个那个一个女生啊，夫妻的、啊，两夫妻住在那边，然后他就过去那边，然后就跟他打招呼，他说阿婆，哎呀，站起来哦。然后那个女生很生气，你知道吗？什么阿婆？你今天把叫我阿婆，啊，你这样你会把叫我阿婆？他就被骂了，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就没有再讲过话。真的、啊，那个女生大概是50几60岁，啊，我朋友的那个七辣差不多是30上下，啊，差不到30岁，啊，你叫我阿婆。难怪他会脸红啊！所以嘴巴要甜一点，对不对？你像我看到红生啊，姐姐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嘴巴要甜一点。好，来，可以再去讲一次啊，可以叫她姐姐。姐姐，好，我们等很久。来，乳酸菌饮料，哦，你是用牛奶当原料啊，好，然后用乳酸菌。好，那酒色的人看过去好了，来看一下石油跟天然气。好 ，OK， 石油怎么做的知道吗？石油动植物的尸体，经过高温高压啊变成的。啊，那个嘞，那个煤炭嘞，煤炭，那你要拿书是不是？书在老师那边。不是那个啊，哦，他已经念了。我想说刚刚他干嘛要进来？好，那你不要写啊，你用铅笔写啊，用铅笔看哦。哦，那你带一本，买一本，然后一本又干回家，拿一本，一本又干回家，然后家里堆一堆。好，请看石油跟煤是什么绝？素绝啊，哦，煤是素绝，经过高温高压到最后所成的。哦，那个石油的话是动植物的尸体所成，到最后所成立啊。那家里面哦，你们大部分人应该都是天然气吧？你们不知道对不对？瓦斯有两种啊，天然气跟液化石油气这两种。那是用天然气还是液化石油气？家里面哦，你在家里面可以看得到桶装瓦斯的，举手，对吧？桶你看很少，对不对？一个两个而已。你们家里面大房，你们家里面是不是大部分都是这边有个嘴巴，然后接一根管子，然后就打开，对不对？那都是天然气，那天然气。它那个来源也是从石油来的。那石油哦，我们把它分六以后，那分六就是用不一样的沸点给它加热。我简单解释一下哈，来。假设有个设一下，这三里面有三种东西，一种沸点20，一种50，一种80。然后我给它加热到20度，请问谁会跑出来？加到20度，冷凝以后谁会跑出来？20度而已吗？请问50会不会有一点跑出来？会啊。80会不会有一点？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20的时候，50也会蒸发。对不对？没错吧？哦，你加热到20度 C 的时候，像水的沸点是100度，那你现在温度20度，请问它有没有蒸发？有啊，所以它到20度的时候，它也会蒸发。好，那50度 C 的沸点50度 C 的，它在20度它也会蒸发。好，所以它是混合物哦。再来，你加热到50度 C 的时候，50度 C 跑出来，请问80会不会跑出来？会啊，所以这种东西用不一样的沸点来把它分出来，这种叫做分六，我们叫过干六，对不对？那石油它是用分六，用不一样的沸点把它分出来。好，
那这个分离出来哦，因为我们那个石油里面的那个物质哦，大概有成千上万种，所以哦，你很难分出纯物质。大部分分出来的也都是混合物。好，那分出来的东西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这几种：天然气、液化石油气，就是那个同学看到的桶装瓦斯，液化石油气，或叫做 LPG。好，然后石油米，汽油，煤油，柴油，石蜡。不是熟辣哦，夜市有看过很多熟辣，真的是石辣。还有，同学，天然气是什么和什么？这就要知道。天然气叫做甲乙烷。那哥哥手中风哦，你血那么大，那么小，因为甲烷是主要的成分。液化石油气它是丙烷。哎，中风 again 没有了，那是因为丙烷是主要成分，石油醚是戊己烷。哎，你看我们就写一样哦。汽油是6个碳到12个碳的烷类所组成，好，大部分都是烷类所组成，好，烷烯体都有。那煤油、柴油跟熟蜡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也是熟蜡，是这个熟蜡，还有。沥青，那这些几乎都可以当燃料，但是都可以拿来烧，但是沥青不行。沥青可不可以烧？觉得沥青好烧哦，我讲的开玩笑，对不对？沥青好烧吗？沥青不好烧，沥青是废物，拿来铺马路。我没有人身攻击哦，我是说这个沥青，好，沥青它是废物，不好，所以我们就拿来铺马路。好，沥青，我不知道有一个叫沥青，沥青跟沥青不一样。好，有啊，这边应该没有吧？那等下被捅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它是来铺马路用的哦。那其他的，哎，你有发现同学，越上面这气体哦，慢慢变成液体哦，慢慢变成固体。所以碳数越多越倾向变固态，碳数越少。越倾向变液态，喂，好，所以看一下，液化石油气主要成分是丙烷。再来，第五点，汽油是由液态的化合物啦哦所组成的混合物，混合物圈起来，同学，第五点，包混合物圈起来，必考。好，再来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。引擎，同学，我们的引擎是长这样，然后这有个活塞，然后当里面爆炸的时候，它就推动这个活塞，就是这样。好，然后这个它就这样子了，然后车子就开始发动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了，它如果说同学油品不是很棒的话，它爆炸如果说不均匀的话，它就撞到旁边，这样会怎样？会痛，车子引擎会发生震动，这叫做车震、爆震或者是震爆，好，它会这样动，我会撞到旁边。好，所以这个事实上油品好不好会影响到你那个引擎、啊、不过现在引擎车子引擎就已经做得很赞了，像哥哥家里面的车有两台，有一台、哦、那个车子发动的时候，那车子几乎没有震动，没有声音。我有时候会发两次，就是那真爱的车，啊，我有时候会发两次，哎，赛车，我家有两台赛车，我跟你讲过吧，我家有两台赛车，一台是赛车，真爱车已经当时，现在还好，但找个地方停就比较没有，之前好像脏到哦，我把手都不太想去摸。全部是塞，整台车都是塞，超
超难啊！因为我们家那边会有一个蜜蜂，啊，蜜蜂也半晒。蜜蜂啊，他们邻居讲的，我也没有看过有蜜蜂的晒掉下来。可是哦，你只要车子放外面哦，然后你觉得突然就会发现车子上面怎么会有一条晒，黄黄的晒，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哎呀，蜜蜂，那虽然是蜜蜂的晒嘛，我是听邻居讲的，我也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。好，有啊，阿蜜蜂不用吃东西哦。欸，可是它是吃哈密的啊，所以它的晒应该是甜甜的。那你要不要吃？下次要不要开馆来猜拳？蔬菜甜，看看那个蜜蜂的晒是甜甜的。好。啊，什么大学好？不是，就是人类讲的都吃甜的，那拿出来晒是甜。你肉都吃很多，是啊，你要是吃很多糖，你尿出来的尿是不是甜的？是啊，糖还没到啊。晒的，晒有可能啊，糖晒甜。哎，晒晒也有甜的哦，不是没有哎、欸，不知道。那之前那个医生不是还要肠粉？对，以前医生喝的。对啊，我们都要看你的身体状况。我们可以说是来。所以引擎会发生震动，这叫做爆震。好、哦，那、啊、如果说爆炸的不均匀的话，它就撞旁边，那震动就很大。好、哦、像哥哥那个以前有一台车子，好、哦，然后那个车子的震动很大。我就大学的时候就开那个跑车，啊，我那个引擎就砰砰砰砰震动超大。然后后来哈、哦，那个车子蛮久了，好、哦，因为那车子并不是新车，买的时候是中古车，所以蛮久。然后后来要等到要那个什么那个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为什么知道时间差不多？因为我那台车会漏油，漏机油，那引擎是有机油，它要跑出来。然后我就跑去找认识的车行，帮我看。他说：“哦，你这个车子会漏机油。”我说：“漏机油我知道啊，就本来就漏机油啊，那车子老了，多少会漏机油。”然后他说：“我、哦、这个漏蛮严重的，而且哈、哦，你看这个车子引擎这个螺丝会松哦，螺丝会松，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就可以开一开，引擎整个会炸开啊？”那个引擎的表面是上下锁起来的啊，那如果说螺丝会松，那你每次开车说，哎、欸，我真的每那时候讲完以后，每次开车都去锁螺丝，都要先把那个引擎的螺丝锁紧。那、啊、你这样子你还敢开多久？所以后来就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就把车卖掉，不是卖掉了，直接报废。卖出去了，报废了，直接让你报废了。那、欸、你知道车子报废多少钱？没有六百。我那时候听到是六千。结果我那一台报废的时候，竟然报废金额有高达一万五。他们拿到一万五的时候，颤抖的双手在那边数钱。我连那台车连再见都忘了数，他就被拖走。哎呀，哦，买六千块，然后来给一万五，超爽。车子的报废的钱吧，就这样子。好，他后来说我的车子什么触媒转换器还是什么还蛮新的可以用，所以价钱稍微高。我那车子反正就是。很旧了，啊，那车震动就很大哦，砰砰砰砰砰砰砰，哎呀，啊，这个如果说跑车的话，它声音一定是很大。你像我另外一台跑车啊，家里面那台跑车啊，那车子声音很大，那总不会有那个开车就要开那种声音，哦，对不对？那哪有开跑车这样？哪有这样开的？开什么意思？对，所以那个如果说是跑车的话，引擎的声音。引擎的那个震动啊，它就比较没有在顾虑那个排气孔、排气啊，然后声越大越好，噪音越大。不，那听起来很爽，那叫热血沸腾。那你晚上睡觉时候听到声音吗？有谁晚上会？你晚上会开着车？我知道你晚上睡觉听到声音。A 一好，没事，来。所以哈、哦，车子这里油不好，爆炸，砰砰砰，它会撞。哎，所以如果说你想要保护车子的话，其实油就要好。好、哦，那油要好，要怎么看呢？来，这叫新丸子，油品好不好？我们要看新丸子。新丸子哈、哦，就是这台车子抗爆震的能力，抗爆震能力越高，代表它越不会发生震动。好、哦，那我们定的，人定的哦，我们定一新丸。定义新闻在100，然后叫做正跟晚定为零。你说哥哥，所以新晚值就只有零到100，对不对？错，还有大于100，小于100。哦，还有大于100，也有小于100。这要算。哎，对，这个是可以用算。好，那我们去加油站的时候，常看到爸爸说，哎，九五
九二、九八，那这个这三个还要猜。八八，好，那九二、九五、九八，这边九二、九五、九八怎么来的？看到，这个是我去那个石油原油挖出来，挖出来这个原油，它是就是分六出来以后的气溶。注意哦，它就是六个碳到十个碳属的混合物哦。然后我自己拿95%的异辛烷跟5%的正根烷配出来这个溶液，然后拿两个拿去燃烧，发现它们的爆震情形一样。我就说你叫做95汽油，请问？这个汽油它是由95%的异辛烷和5%的正根烷所组成的吗？是不是？是吧？不是哦，哎，它就是直接石油里面弄出来，它是六个碳到十二个碳的烷烯嘞。哦，那这个东西嘞，才是我配出来的。相同的，如果98的话，就是我这个油从那个黑原油里面分六出来的。然后我这个我是用98%的异辛烷跟2%的正根烷配出来，然后拿去燃烧，啪啪啪，发现它们爆震情况不一样。我就说你叫做98汽油，另外，哦，它是这样算出来的。那哥哥为什么要加个5000？因为以前叫做高级汽油，高级汽油这个其实我也是只有听进导他们讲过而已。高级汽油它是含铅。还是什么铅？四乙基铅，你们有没有听金老讲这个？没有，不知道听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四乙基铅，它以前的含铅汽油就是含这个四乙基铅，因为加了这个四乙基铅，它的那个抗震能力变好，就是它的辛烷值可以提高。但是呢，这个四乙基铅加了去后，它会随着那个排放，会污染环境，会造成那个铅的污染，所以现在就没有用了。所以它叫做5000汽油，这些才叫做5000汽油。可是我还是想要提高它的辛烷值啊，不能加四乙基铅，那我要加什么呢？它去加很多苯，那就这个苯哦，加下去辛烷值提高了。可是哈，苯对人体有还会导致它是诱发致癌的一个因子，所以我都跟同学讲说哈，以后不要去那个加油站打，因为加油站那个挥发的东西太多了。所以对身体的有人去做研究，就是在只要在工作，他们得到白血病的比例上很高的，因为那个环境工作环境的问题嘛。那个你们没有看过，它很容易挥发。爸爸在加油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油孔好像有东西跑出来。对啊，那些东西有害身体都知道了。那就是因为现在苯致癌，所以现在改成甲苯。那你什么时候过两年以后，甲苯会致癌？对，那你吸都吸进去了，所以我建议同学哈，就是尽量不要去煮加油站打，有的不是没办法，就是为了生活，为了钱没办法，但是尽量还是避免，因为它里面有害物质太多。那现在我们要提高辛烷值，我们可以加苯啊、甲苯啊，还有加那个醇类甲醇、乙醇这些东西来提高它的辛烷值。好，来翻。翻到第14页，来14页上面那个图哈，你看正根烷是一条直链哦，然后异辛烷是2243甲基固烷，这个字把它圈起来，2243甲基固烷，这叫做异辛烷。好，那你看再看一下下面的框框，那个辛烷值有正有负有零，有那个大于零的小于零的都有哈。好，提高辛烷值方法讲完了，耶、yeah ！好，翻吧，看到没？还有两题没讲，讲完。18题。日常生活中，天然气跟石油是我们必不可分的有机物质，下面两个是正确的 ？A， 家里面的瓦斯桶里面天然气，错，它是液化石油气。B， 天然气是甲烷，对，错。C。汽机车加的是石油提炼出来的，没错，给大家选 C。好，第二十题，甲高级汽油会加四乙基铅，防止引擎爆震，没错，那就提高辛烷值。
以酒五千基而暴政程度比酒二还要来的小，没错，哎，暴政情形比较小，没错嘛，哈、哦。啊 ，C， 汽油是纯物质，对不对？汽油是什么？混合物才对。D， 汽油燃烧是化学变化，否定否定。所以答案选哪一个？B 下去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吧。